كرة.你们是真撞死我啊！小王八蛋，带小鬼！刘志的信息。下午发给你那个何建设呀，还真是个人才，做过保安、建筑工人，还因为传销在青城市被关过呢。 我们跟青城市局联系了一下，何建设在离开本市之后到再回来，期间基本上都在青城市，不光因为传销被抓起来过，还因为赌博进去过三四回呢，啊，应该是个老赌棍了。你有印象吗？完全没有。
天有眼，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到底是谁？我一生这么优秀，一定不会忘记16年前太平桥小区那个坠楼的女人。你管我后半辈子到死，我替你保守这个秘密到死，这买卖不亏了。亲戚，我们就放他进来了，没想到变成了这个样子。那是妈，别激动，妈，妈，出去，妈，你可来了，快把这个无赖轰出去，轰出去！王老师，这么多年你还是那么漂亮。我告诉你，我们没有秘密，我们什么秘密都没有，我们没有秘密。出去，快报警，报警！没事了，妈，我在这儿呢，妈。哎呀，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叫姐姐，叫姐姐。好，好，好，姐姐，姐姐，好了，姐姐，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姐姐，没事车撞死我，现在后悔了吧？还想谋害我？在外面混那么多年，要不是你是我的摇钱树，我早他妈把你杀了，给你妈算账了。小兔崽子，这么着急让我离开，八成是不想让哪个人知道我的存在吧？要这么说，还真他妈不走了，会慢慢的查，看看到底是谁，然后就把你的秘密卖个大价钱。当然，我也一直给你留着，但你现在给的可就远远不够了。你特别恨我吧？你给我听好了，再对我坏心眼、歪心思，知道吧？敲门啊，大叔！哎呀，我这一着急，忘了。来，把这个袋。哎，不，太多了，太麻烦了。我给你装。哎，行，我拿。好了，我走了。记得锁门啊。记住按时吃饭。血案泡沫，指尖有水草，指甲里有泥沙等痕迹。结合现场河道周围有死者脚印的痕迹，初步判定死者是在生前不慎坠入河中，溺液涌入呼吸道窒息死亡。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夜里的11点到12点之间。嗯，这大晚上的，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开！到处都是齿轮和脚印了，给何英雄打电话吧。好，陈队。怎么样？跟他说吗？要相信他。照常开会。哎，死者何建设，52岁，家住下关区桂园村街道17号，离异，无子女。死前是益达广场帕蒂潜水俱乐部的一名清洁工。这个何建设20年前在市电视台当过司机，随后被开除公职。之后呢，一直没有固定职业。中间有段时间呢，去过青城县待过一段时间，直到3年前才回到本市。这个人平时独来独往，没什么亲戚朋友。他家所在的这个桂园村街道一直在拆迁，但由于是老城区，拆迁进行的比较麻烦，就是有的地方拆了，有的地方没拆，时间长了就有点像城中村的感觉，所以摸查起来呢比较麻烦。不过，我们还是发现这么一个情况。哎，床上看一下。从3年前的8月15号开始，何建设的银行账户每个月的15号都会收到3000块钱的汇款。之前一直是银行转账，直到最近的一次改成了手机转账。不管是银行转账还是手机转账。这都来自一个人，一个按说和何建设8竿子都打不着的人。市辅仁医院神经外科医生文白。要说这个何建设和文白8竿子都打不着，也不准确，因为他们的生活轨迹在帕蒂潜水俱乐部有交集。一个是那儿的清洁工，一个是那儿的资深会员。行了，你就别跟我了吧，忙去吧。教授，公安局，完了，啊，金玲，法医那边有什么发现吗？金玲，啊，哦，经过进一步的解剖检验，死者的喉头支气管黏膜充血，且有水性的肺气肿，肺体积膨大，重量增加到了正常肺的2倍，胃和12指肠内均有溺液和异物，从成分上看，溺液和现场的河道水为同一种液体。同时，死者的血液和胃溶物检验，酒精浓度极高，且没有发现其他任何的毒性物质。结合痕迹科在现场只发现了死者一人的情况，我目前判定死者应该是在醉酒后不慎失足跌入河中，导致的溺水窒息死亡。汇报完毕。痕迹那边有补充吗？目前还没有。
陈队。啊？考虑到我和文医生的关系，这个案子接下来我就申请回避了。同意你的申请。继续。你干嘛约我来这儿啊？确定是那个何建设吗？确定，和刘志提供的信息一致。要不要这么巧啊？那确定是醉酒溺死的？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确定。抱歉啊。我就是心里阴暗了一下。你还没回答我，干嘛约我来这儿啊？我还有事问陈队呢。你以为警察局是我家开的呀？不是，你还好吧？我觉得有些事儿还是应该跟你说一下。说什么？这三年来，一直有一个人在资助这个何建设。谁？我师兄，文白。谁？你没有听错。你确定？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他怎么认识这个何建设的？目前我知道的跟你一样多。什么意思？因为我跟我师兄的关系，所以这个案件从现在开始我要回避了。同样的原因，你也要回避。所以，我今天才把你约到这儿来。他既然知道我们一直在找何建设，他既然早就认识这么一个何建设，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也是我的疑问。我就不明白了，你这何建设为毛大晚上不在家里好好待着，非要跑到那么一个荒郊野岭，他干嘛去了？总不会是为了投河自尽去的吧？那他又是怎么去的呢？总不会一个人走过去了吧？当然有一路走过去投河自尽的可能了。是是是，您圣明。哎，既然尸检结果已经出来了，是溺水而亡，那就有三种可能。哪三种？一，失足落水，意外；二，自尽投水自杀；三，被人推下水谋杀。这很清楚吧？那么，我认为相比之下，投河自尽的可能性最小。你想啊，喝了那么多的酒，跑那么远，挑这么个地儿选这种死法，太刻意了，太费劲了，那根本就不够，就是不像想自杀人干出来的事儿。嗯，还真是，是吧？嗯，你们细品啊，那是不是失足落水，似乎更合理一些？比如啊，你到河边啊撒个尿什么的，啊走夜路看花眼啥的，这个地方没有路灯，对不对？是不是？这走一走，扑通掉河里了，很正常的。那么我的问题是，他为什么大晚上要跑到这儿来？路过？哎，他又去哪儿啊？迷路了？那他又是怎么来的？走来的？搭车来的？还是朋友开车送他来的？相比之下，我认为被人推下水的可能性最大，做起来也最容易实现，把死者灌醉，然后开车把他带到这么一个别说是监控的连路灯都没有的荒郊野岭，黑灯瞎火把人往河里这么一推，大功告成。陈队，文白来了。先等会儿。啊，继续说啊。哎，手别停。那么就两个方向，
一，排查与核建设生活有交集的人，这个文医生已经来了，看来这方面工作已经开始了。对，另一个方向，排查离落水点最近的高速收费站的出入车辆。对，啊，没错。毕竟通往出事地点的只有从高速收费站下来这么一条公路。对。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那你看看，那陈队就是这么安排的。都安排了？安排了。别停。啊啊啊！这所见略同嘛，略同。没接，微信也没回。 我们两个人发微信打电话都不回，很有可能这会儿他已经开始协助调查了。啊，他们怀疑文白哥？不是，只是协助调查而已。我认识我师兄这么多年了，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上学的时候，他就经常资助那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学弟学妹们，所以。 如果他只是单纯的资助这个何建设，我一点都不奇怪。我奇怪的是，他明明知道我们在找一个叫何建设的人，即使他是在学类峰做好事，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应该告诉我们，他认识一个叫何建设的人啊。我更相信文白哥是一个好人，但我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嘛。 找你的，找我，对，陈队吗？不是，是我师父王慈安，他现在接手了这个案子，知道我们这会儿在一起呢。你看一下，这是什么虫子？猫蚤，猫身上的寄生虫。你确定吗？准确的说是猫痣头蚤，具体的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我知道了，一定是在何建设的身上发现的。这个案子，我必须回避吗？目前是。貌似情绪稳定。 文医生，陈队，不好意思啊，耽误你时间了。没问题，随便。你好，文医生。你好，文医生。毕竟吧。坐坐。啊。是这样。何建设死了。谁？何建设。何建设。我认识的那个何建设吗？对。天哪！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死的？昨天夜里，子时溺毙。 溺毙，对，在哪儿淹死的？大范围来说，王家渡吧。王家渡，跑那儿淹死了。文医生，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何建设你认识，而且在潜水俱乐部见过几次面，对吧？对。连续三年，你都按月给他打钱，有这回事儿？ 对，连续三年按月打钱。我们叫你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何先生的情况，你不用紧张，随便聊，随便聊聊。嗯，是这样的，三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何先生。当时他特别的窘迫，刚回到这个城市，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也没有儿女，没工作。 我当时就是出于同情心，就顺手给了他点钱。他后来就一直跟我保持着联系，偶尔还来看看我。我也就不好意思，也就这么一直的资助下去了。您今天不说，我还真没意识到，都已经三年了。唉，时间真快啊。他知道你住哪儿吗？不。 我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他，我就是出于同情心。
才一直资助他的。真是没想到，他有时候来医院看我，或者等我下班了在门口给我拿点东西。梅医生，昨天晚上你在医院吗？没有，我。能不说吗？这是我的隐私。你肯定不能不说，但你可以想想怎么说。你稍等一下啊。所有昨晚八点到今天早上八点经过王家渡高速收费站的机动车信息全在这儿，您看看。我不用看了，说结果。经过排查所有车辆的监控镜头，目前在主驾驶和副驾驶位都没有发现何建设。所以呢？所以接下来咱们只能用挨个询问这些机动车司机的笨办法。笨办法？啊？你有聪明办法吗？没。那还是的。别老盯着机动车，也想想非机动车。对呀。非机动车，我怎么没想到呀？但这个怎么找啊？干啥？问我呢？我也没问你啊。陈队他问你呢。哎，就这些，我在电脑上完全可以看。说过多少遍了？无纸化办公，无纸化办公，记不住啊？这么多纸，多浪费啊！不好意思啊，文医生。咱们继续。刚才那问题你想起来了吗？昨天夜里10点钟到凌晨2点，你在什么地方？在车里。车里？你的车不是一直在小区里面停着没动吗？一直在车里啊？在谢医生的车里。谢医生，谢医生谁呀？我们医院肾内的谢天琪。哦，他的车停在哪儿了？解放桥往西的桃花江边。哼，好地方啊！你们两个就一直在他车里，时间可不短啊！啊。对，一直在车里，那儿没有路灯，没有监控，搞车震的都去那儿，还想问什么？体位，采没采取措施？我，你不是在追我们金玲吗？怎么暗地里跟别的女人搞起来了？你这不是劈腿吗？这与本案有关吗？玩这套是吧？大家都看到了，我徒弟的验尸结果没毛病，也没有瑕疵，非常好。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死者是河水溺毙而亡，没有任何的外力损伤，也没有任何的中毒迹象，死亡时间也没有任何的疑问，是在昨天晚上的11点到12点之间。只有一个小小的新发现，我估计是金玲还没有来得及发现而已。把照片放下。我们在死者的头发和外衣上发现了这种昆虫的尸体。我让金玲问了一下你们那个虫耳摩斯，他说这叫猫藻，学名叫猫质头藻，就是猫身上的一种寄生虫。就是猫虱子呗。何建设家里养猫吗？你问我呢？我只知道这种昆虫叫猫质头藻啊！不，我顺嘴问一句，我没问您。啊，我和小唐去过何建设的家，没有发现猫，好像也没有发现养猫的痕迹。嗯，这就不归我管了。我再重复一遍：首先，金宁的验尸结果没有问题；其次，就是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这种昆虫的尸体，所以说，我徒弟没有问题，真的不用我再搞一遍了。啊！
这事儿啊，你这回请您来呀，确实有点杀鸡用牛刀了。跟你说了多少遍了？金玲和我都是一样，都是牛刀，听见了吗？啊，对对，牛刀都是牛刀。好，我走了，有事打电话。王导，这次真要谢谢你，我得请您吃饭啊。你小子这辈子是改不了了。 一贯是口惠而誓不止，省着给自己吧啊！我这真的这次，哎，王老慢走啊！要不我就把这个谢医生请过来问问。为什么？人把时间、地点还有对象的姓名都告诉你了，你再问，不成小报记者了？啥意思啊？ 你说你这脑子，小二，告诉他，既然这个姓文的敢把谢天琪找上来，那就不怕我们问，问了也白问。是，就算谢天琪承认了，但考虑到他和文医生这层关系，他的证言咱们可以不予采纳。你把文医生定性为咱们这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了？嗯，那倒不是。所以啊。 那下一步怎么办啊？放人。啊？放了？不然呢？那就放。不能白放。布控啊。是。 喂，何建设家的指纹比对搞完了没有？刚弄完，我现在汇总呢，待会儿给你送过去啊。那，有问白的指纹吗？谁？就那个文医生。哦，没有。没有。你再仔细看看，你确定吗？你觉得呢？行，这个人渣。你骂谁呢？喂，喂。 嘿，我知道你想一个人静一静，去俱乐部潜个水吧，我送你。我是特意过来接你的，但警察要是看见你没上我的车，他们会觉得很奇怪的。 去哪儿？我的事儿，你不是都知道了吗？好。你下去再摸排一下，注意方式方法啊。陈队，哎，全撂了。说明白了，谁全撂了？这俩呀。 是何建设的赌友，本来当天晚上他们打算赌一通宵，在哪儿赌呢？就是离何建设落水不到2公里，有一个废弃工厂，那儿有一个地下赌场，每2周开一次，一次一通宵，这就解释了何建设为什么会在那儿。显然为了赌博呀，一不小心掉河里淹死了。那他们有没有说何建设是怎么去的呀？没有。这边说。 这两个赌棍呢，左等右等不见人来，一着急就跑到何建设家里去了。到家之后发现家里没人，一上头就把何建设家翻了个底朝天。所以何建设家里的那些指纹和脚印，除了是何建设的，就是他们两个。啊，另外啊，我们抓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何建设已经死了。这，你等会儿，他们进去翻什么呀？何建设欠他们一大笔赌资。 前2天何建设主动约他们说要玩回大的老本，他们是觉得何建设肯定捞到一笔大的，所以一进何建设家门就开始使劲乱翻，翻出来了？没有啊。哦对了，痕迹的兄弟说，在何建设家里根本没有养猫的迹象，这就怪了呀。那猫尸哪来的？衣服被换了？
我们问那两个赌棍了，衣服呢没问题，就是何建设的。而且我们还替你问了何建设的单位，单位里面是定期检查员工的个人卫生，所以是单位不允许员工养猫，更不允许员工有猫虱。什么叫替我问的呀？这案子跟你没关系啊。你怎么还急了？这么一说，就是。我感觉啊，就算何建设养猫啊，或者单位里有人养猫，传播给何建设了，那何建设身上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猫屎。这王老不是说了吗？何建设的头发和外套上有许多猫屎，许多猫屎。这难不成何建设是跟群流浪猫腻在一块喝酒呢？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说，难不成何建设是跟群流浪猫腻在一块儿喝酒？刘志，哎，去仔细的筛查一遍你所有排查过的车辆，看看有没有运过流浪猫、流浪狗的车。哎呀，我去！对，我现在就去啊！哎，稳当点儿。啊，好。看来当个福尔摩斯也不难啊。东北的，锦州人。那巧了，我也东北的。你也锦州人？抚顺的，咱俩离不远。你说咱俩能在这儿遇见，是不是缘分？行了，别联络感情了。问车。山 GK4570 是你的车啊？啥玩意儿？山 GK4570，听见了吗？听听吧。那不是我车，啥？这是我们老板的车，我哪买得起车呀？我是给人开车的。你这么说呀，还真没毛病，一点毛病没有。实话。那昨天晚上这车是你开的吧？对，这车一直是我开，但车可不是我的。行。运的啥呀？别磨叽了，有监控。野猫还有野狗，从哪儿运到哪儿啊？从我们家这儿运到青县。为啥运到青县呢？这我哪知道啊，老板硬运哪儿就运哪儿呗。哥们儿，运野猫野狗不犯法吧？卖野猫野狗吗？啊，不，我只是运。哦，那这事儿不归我们管，我们只管人。赶紧的，问重点。说。你去青县干嘛？要从王家渡下高速？你咋知道的？这你都知道了？不是说了吗？有监控。这个人跟我没关系，他是喝多了自己掉下去的，跟我没关系，我连手都没碰他，毛都没碰他。这个人是谁？你们不都知道了吗？怎么还问我这个人是谁？这是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你知道什么东西赶紧说就行了。这个人我不认识他，我就是顺路捎了他一段，我真倒霉。说重点。好。昨天晚上9点来钟，我从南口那边进的下关，那一带基本没有监控。活腻了，是不是活腻了？我每次从那儿朝过进到了上高速。拉我一段，你给我远点闪着去。拉一段了，就到王家渡恒新化工厂不远。当我没见过钱吗？去。这行吧。300。300就300。回来。不能做驾驶，坐后边去。妈的，算你狠。还有，去红星得从王家渡下高速，送完你我还得上高速，这一来回得油了。再来100。给你。下了高速的王家渡的高速费得你掏。奸商，坐不坐？我还不爱拉你呢，喝这么多猫尿，出事顺谁的？那你到后面给我弄个安一点的地方。必须。
不爱喝猫尿吗？我正好拉了半车猫。撒个尿，等我啊！哎，回来，干啥？再给我拿100块钱。啥？凭什么？这又没到地方的呢。你这一道不屎就尿的，就是出租车也得收你点误工费呀。我今天还真是开了眼了啊！好，好，就当我打了个豪华出租，给。哎，拉我比拉这车猫啊狗的挣得多吧？是不是？别磨叽，该干啥干啥去。是这个人吗？对，就是他。那天坐我车的就是他。看清楚。哥们儿，我这眼睛1.5的。行了，我没工夫陪你在这测视力，堂上交你了啊。嗯。哎，警察叔叔，那500块钱我退给你们行不行？我再贴点利息。哎，什么事儿这是？你以为就这500块钱的事儿啊？我不要钱还不行吗？我白拉了还不行吗？这下行了。那个何建设为什么去的王家渡？怎么去的？怎么死的？都清楚了。嗯。陈队，那个姓文的怎么着？什么怎么着？撤呗。哎，你怎么比他还着急啊？我着急啊！他现在不是当事人了，我好找他算欺负金陵那笔账去了。你说这何建设，他还真不是一般人啊。赌个博，竟然跟这些野猫野狗坐在一起，多味儿啊！还能这么大瘾啊？赌徒嘛，这您还不明白吗？这赌徒真赌起来，亲爹亲娘都不认识，还怕什么野猫野狗啊？